桃园空港跟小港空港，未来在科技交流、在观光产业，我们可能有合作的空间。桃园、高雄都是两大国门，桃园空港跟小港空港，未来在科技交流、在观光产业，我们可能有合作的空间。如果观光客将来来台湾观光旅游，南进北出、北进南出，我想都非常的棒。那基隆的谢立功市长也来了，将来基隆港、高雄港是两大港，港口之间我们相信也会有非常多合作的机会。我们高雄海港、空港都有，未来如果台湾观光客大量进来，我们可以不可以南进桃园、高雄进，北出桃园出，或者北进桃园进，南出高雄出，基隆、桃园、高雄能不能联手一起打造一个最棒的观光线路，好不好？如果有机会，陈学圣选上桃园市长，谢立功选上基隆市长，韩国瑜选上高雄市长，我们一定联手，把我们的农产品、渔产品，我们三个县市长联手一起把它卖出去，好不好？另外，桃园的工业区、高雄的工业区都是非常完整，未来所有的跨国公司、大企业的投资，桃园投分公司设在高雄，高雄投资分公司设在桃园，在工业领域我们也会加强合作。